哇，这个画好漂亮，拍一拍。打猎啊，过去打猎都是贵族啊，贵族的专属的娱乐、健身、习武活动，普通人饭都吃不饱呢，是吧？够呛。这有一大门，拍一拍。这手机现在哈，还能扩大缩小，多棒啊！不同的比例，是不是？多好！哎，这有一窗户，这一小窗户。走着，走起，拿个弯儿，拿个弯儿。这是一小公园儿，房子都是沿着这山坡啊，由高处往海边蔓延，由高往低。由高往低。哎，这有小公园。